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，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。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渗透。民进党当局视中华文化为大敌，以台独史观割裂中华文化，恶意抹黑两岸之间正常自然的文化交流，只能说明他们数典忘祖，背叛民族，违逆民意。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最大公约数，两岸同胞都说中国话，写中国字，过中国节，拜中国神，传承着中华文化，尊崇着民主的传统价值，推动着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这是两岸中国人的日常，也是两岸中国人的坚持。我们将和台湾同胞一道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、传承者、弘扬者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、底气、骨气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、认同感、荣誉感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Thank you.